近日，一组巩俐与男友现身街头的照片在网上曝光，引起网友们的热议。照片中的巩俐身穿无袖雪纺衫和牛仔裤，当天她没有化妆，素颜的样子看起来显得有些憔悴。此外，还可以看到巩俐肤色有些蜡黄，身材也有些松松垮垮，看起来和普通路人没有什么区别。看来巩俐许久没有公开露面，私下生活比较随意，不太注重打扮。不过52岁的巩俐还是非常有气质的。前不久巩俐为杂志拍摄的一组写真，年轻的像30多岁的，身材和皮肤都保养得很好，与巩俐同行的男友引起了不少网友的注意。这个70岁的老头让人眼前一亮，他一身白色衬衣和牛仔裤，整个人精神抖风度翩翩，看起来并没有比巩俐大多少。据外媒爆料，这位巩俐的新男友已经在巴黎为他挑选了戒指，两人似乎有结婚的打算。